好啦，我继续咧系讲小宝神功，预示我问嘅小宝神功下集。咁点解我会特别喜爱小宝神功而写呢本咁嘅书呢？因为咧我系发现咗咧，小宝韦小宝虽然系一个小混混，下三滥嘅功夫咧，佢好好，但咧有几样嘢。是我哋喺香港社會咧，或者甚至乎喺現代社會咧，係能夠多多學習，係會增加我哋咧做人處事嘅技巧嘅，潤滑好多。咁而家咧，我亦會咧，從書本、戲劇看人生，係開始咧，招生。係咧，希望咧香港有限嘅人咧，我都招得十零個啫，至多個別教授咧，佢哋或者小班教授佢哋，關於點樣人生，點樣睇法。咁小人工咧，曾經試過有一位讀者喺某一年嘅書展咧。佢走埋嚟嗰個書檔，喊住個口咧，同我講：好多謝我咧寫呢本書。佢睇咗之後咧，改變咗佢一生，使到佢一生後邊下半截咧能夠順利。另一位咧係精神科嘅醫生，去香港大學畢業，本來咧係做呢、這個政府嘅顧問醫生，但卒之咧。佢受唔住好多壓力，佢咧辭咗工，咁亦係一前路茫茫咁有出嚟咧掛牌，咁卒之咧亦成功地成為一個咧社會上知名嘅精神科醫生，好多病人，而且好多有名嘅病人，佢唔能夠講出嚟佢哋嘅病歷，但佢真係幫到好多人，佢亦好多謝我。因為咧，我送咗呢本《小寶神功》俾佢睇之後咧，呢位精神科醫生咧，能夠吸收到裏邊嘅精髓，使到佢咧嘅工作、精神上、家庭上、職場上都有所裨益。咁呢樣嘢咧，我唔敢話誇張。我嘅功勞，但咧事實上咧係有益，對自己大家有益有建設性嘅。咁呢個班咧，亦係咧希望大家支持啊。咁只係五堂嘅啫，咁亦有好多咧額外嘅得益講義啊、劇本啊、甚至乎講解啊、請行內嘅人啊嚟啊等等。咁咧。大家睇我嘅 Facebook 咧嘅宣傳咧，亦可以略遮二噶啦。從出報名市嘅位唔好多啫。好啊，講翻點解小寶神功有精鋭咧？咁我舉一個例。咁佢咧第一章第一節就係講到小寶神功係叫人點人嘅喜悦，千祈唔好點人嘅死穴。原來人咧係有兩個大穴，好似墨小説咁講。墨小説裏邊嘅穴咧就未必係事實，但係咧人情世故裏邊咧呢、這個喜穴同埋死穴咧係真係有嘅。好多人咧佢有啲成功，或者佢有啲覺得自豪嘅地方，可能先少少，但係咧佢需要其他人咧。嘅認同或者認識，咁呢啲一講出嚟咧，就令對方係高興嘅。咁呢啲地呢説話咧，唔怕多講喎，唔係有目的地講，最重要就係呢一點。好多人咧嘅利弊，就因為咧
佢覺得咁樣咧就奉承咗，或者咧擦咗鞋，對方咧有一個好印象，或者條氣順咗，鋸咗，咁於是乎咧就不斷講，不斷擦鞋，係唔需要嘅，係應該咧出乎本心去稱讚別人，係冇任何嘅附帶條件嘅，都要讚。咁喺美國50幾年嘅時候咧，已經發現咗呢個教育嘅方式。佢話細路仔咧一味懲罰佢哋，或者打打殺殺，佢哋咧未必有一個好明顯嘅進步。但係如果你稱讚佢，樣樣都講佢係做得好嘅 excellent， 佢鬼佬全部都講 excellent。咁咧，佢反而个进步个自信心咧系增强，人系喜欢咧，人哋认同佢嘅，就正系咧呢个小宝神功咧嘅点人笑穴嘅地方。当然咧，我哋有目的地去点人笑穴咧，就系一种阿谀奉承，睇到之后咧，毛管都冻埋啊！我哋而家好多高官嘅所作所為咧，大家都睇咗之後咧，覺得佢係有目的地去稱讚某啲政權，咁呢個咧感覺到就下作或者作戰啦。如果係衷心咁樣稱讚、公正地、持平地去講咧，咁大家咧反而咧係覺得公道嘅，系有益嘅。咁当然，人咧一定有死穴，每一个人都有佢嘅死穴。所谓咧，崩口人忌崩口碗。咁做乜嘢？我哋要挖窿挖烂，要将人哋嘅死穴讲出嚟，或者讽刺到。或者吉到咧表揚出嚟，吉到咧通滿傷痕咧，喺傷痕傷口上高仲要撒鹽，係不必嘅。咁所以咧，切勿或者迴避別人嘅死穴，而咧多咧點別人嘅喜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笑寶神功嘅精锐之一。咁呢个咧附带条件就系没有任何嘅条件，没有任何嘅想法，只不过咧系增加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和谐嘅，所以系和谐嘅哲学嚟嘅。咁呢個係咪算下三攬呢？喺我嚟睇呢，完全唔係下三攬功夫。呢、這個小寶神功裏面教導我哋呢個咁樣樣嘅行為，我覺得係好高尚。況且呢係唔需要有好大嘅學問，又唔需要有好多呢嘅知識或者好多功名或者學位，反而呢有很多學位的，有很多知識象牙塔裏面的精英，未必肯好像小寶那樣點人哋喜悦去人哋的死穴。咁以前呢，當我做電視台的時候呢，好多新聞記者咧，嗰時已經流行咧，係要求你講出一啲咧爭議性嘅問題啦。咁佢希望咁樣咧可以賣到錢起字啊嘛。咁我咧通常都用呢四個字咧嚟答覆，呢四個字咧叫隱惡揚善。
隐恶扬善就话咧，好嘅地方我极咧真实噶，唔好乱作，都尽量咧表扬。但系人哋做得唔好嘅地方，咁我会私下同佢讲，私下劝勉，但咧我唔会公开。呢、这个咧亦系隐恶扬善嘅一个咧好重要嘅心态。而家倒转就系、是、扬恶。隐善，以为咧恶或者丑嘅嘢咧系可以卖到钱，于是乎咧就系啡晒出嚟，敷晒出嚟。但系好嘅地方一啲都唔提，仲个心谂做乜要为你做一个宣传，同你讲好你嘅说话咧？有什麼代價呢？我有什麼好處呢？我樣樣講好處，那這個社會呢，就是功利的社會，銀紙掛帥的社會，金錢萬能的社會，到頭來呢，都是一個悲慘收場。那現在呢，你看到美國這個共和黨，這個Trump政府，這個川普總統就是一個商家佬，所謂商家，我哋中國人所講逢奸逢商必奸，其實係咪奸呢？其實因為只講利益唔講是非，呢樣嘢卒之係會造成一個奸人出嚟，咁你係一個受人討厭嘅社會。當然佢會奉承你，佢會表扬你，会赞你，会讲你好说话，但是他有目的的，有目的地来到表扬，这些呢就真是擦鞋，真是拍马屁，而不是呢小宝神功里面的隐恶扬善，或者点人喜悦，不点人，不去点人的喜悦，这个讲法了。好啊。今日就此集住咁多先，咁咧下礼拜我继续讲小宝神功嘅其精锐之处，免至好多人根本咧佢未睇过呢本书就乱噏无为，自己乱咁猜度，咁咧系对呢本书嘅唔公平，亦咧。失咗佢嘅寫作意義添，咁當然咧，去參加一個咁樣嘅研討會咧，交啲費用咧，親身我教導咧，亦係一個好嘅經驗，希望大家咧特別留意，好多謝各位，拜拜。